能真舒服啊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海洋之心。换件衣服吧。不好意思，换错了。就这件了，这叫仙口红领巾的衣服，随手红。外面阳光好像有点大呀，关个窗户吧。我们家的窗帘通红通红的，不好看，感觉能招鬼一样。算了，不搞了。我是不是该去做早餐了呢？今天就亲手犒劳犒劳自己，做一顿丰盛的营养餐。再来打鸡蛋，做个蛋糕。这是奶油蛋糕吗？太吵了，太吵了！我要注意火候啊。这不知道是我第几次下厨了，千万不要搞砸。这可是我犒劳自己的大餐呢。再把做好的蛋糕放进去烤烤，香味出来了，好香啊！一定很好吃吧？我的营养餐也做好了，快吃喽！哇塞，真好吃啊！真好吃，里面这个鸡蛋也太香了吧！这个肉真的也太好吃了吧！感叹啊，这简直是人间美味！我的蛋糕也做好了，可以吃喽！这草莓蛋糕呢？一个好漂亮的草莓呀、啊！哇，太好吃了！再来杯牛奶，早餐后一杯奶，健康满满呀！吃好了，就这么出去了吧。现在还属于成长阶段呢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可是他怎么那么傻，走到哪里哪里我都看他几眼，这也太傻了吧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傻，不能做这种心理不成熟的事情。绝对不能干，我应该还是个小学生呢。看我的红领巾标识就知道，我好像是个大学生了吧？累死了！这边就是咖啡店了吧？还装修的还挺豪华的呢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进去尝尝里面的美味喽。就坐这吧，老板点餐。这多少钱？什么啊，好贵啊！
哇塞，真好吃！甜甜的，甜而不腻，还有爽口的草莓，酸爽可口，太好吃了！吃完了，我感觉肚子痛啊，我去问问老板有没有厕所。老板娘，你好，有没有厕所？我肚子痛。他说在这里。哇塞，还这样的厕所呢？解决完了。我该去哪里玩呢？这边好像是医院和警察局。对了，从这边走过去，似乎是个小公园呢。果然，啊，那就去公园玩吧。我已经到公园了，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滑滑梯、跷跷板，我要滑滑梯，我要滑滑梯。这有个两个小朋友在这里，小朋友你们好啊！我今天放假，我来跟你们一起玩的。不理我，好吧，又不是了呢。这滑滑梯还真是好玩呢，不过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一面啊？天啊，不会真的早恋了吧？难道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。但是，糟糕，只能到真的是心动了。